是莹莹，我们现在回老家摘豌豆角，要给人家摘十斤，给我们送三斤。这是我奶奶。哎，这是谁啊？亮一下，这是珊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车上，这后面全部都是摘豌豆角的。来，这个摘豌豆角是今年才开始这样吗？就是给别人摘，然后别人再送你。我咋才知道？等于说就是，帮别人干活，别人不给你发工资了，然后给你直接粮食换粮食哈，粮食换工资。下去了。丢丢，看把丢丢热的，丢丢快热死了。我奶奶最喜欢干活了，但是她现在干不了活，就是让她过来出来透透气，天天在床上躺着都不下楼，然后一出来吧她就想干活，一会儿摘这一会儿摘那的。这是绿色的麦浪，到秋收就变成金色麦浪了。我奶奶真的很爱干活呀，这薅一下那薅一下，真的是干了一辈子活的人。摘呀，不能有骨头啊！我的天爷，我还没有骨来的，还站着人去！哎呀，这摘好好的，骨头快摘了嘛！抓住都这一薅，看见没有？直接一堆喽，有点全是。他们负责干活，我负责拍。你看那个人，干不了两分钟都在歇着。好，一让你干个活，你就虚得慌哈。好，这货开始就地睡觉了哈。咦，咱奶饿了。加了肉，他家肉也吃，烧饼给他。你别让他吃牛肉，牛肉可咸，这牛肉。咋是真的？他烧饼也吃了。